来关心嘉义市环保活动的消息。嘉义市政府环境保护局22号举办108年嘉义市环境知识竞赛，比赛分作各小组、各中组、高中一组以及社会组等4组进行，采淘汰赛、巨石赛、甲 PK 赛的3阶段赛程来办理。竞赛项目包罗万象，市长黄敏惠更特别前往为同学来加油打气，鼓励囡仔真正认识环境知识，并且融入生活当中。为何民众更加了解环保议题，108年嘉义市环保知识竞赛22号在中游训练所盛大举办，比赛分作各小、各中、高中级以及社会组等4组进行。嘉义市长黄敏惠也亲自到场替选手加油打气。今天呢，我们有400位的参赛者一起报名参加，感谢家长跟老师全力的支援，带着孩子们来，我看着孩子充满了能量。嘉义市呢，我们在这里选拔出来以后，未来要参与全国的竞赛，总共22个县市，我们会各组，总共国小一组、国中一组、高中职一组、社会一组，总共4组，会各选出5名代表嘉义市参与。我们去年还拿到了全国国小组的1名。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我们由小扎根才会变得有意义。今年总共有421名参赛选手前来挑战，第一阶段采笔试方式进行，考试时间40分钟。而淘汰赛将会淘汰一半的参赛者。胜出的另外一半参赛者将会进入第二阶段的造势赛以及 PK 赛。嘉义市环保局表示，为何各级学校以及民众更加了解环境知识，每年都会举办环境知识竞赛，让参赛者进一步对环境的关心，这会打造嘉义市成为一个美丽又搁清洁的城市。新闻台面嘉义市采访报道。